Hello，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我今天呢，想要跟我们的小朋友带来一个非常炫酷的、超级逼真的，看这是什么？有没有小朋友呢，已经猜到了这是什么动物呢？这是我们一款恐龙，但是具体这个恐龙是叫什么名字呢？如果知道的小朋友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一下，仔细的看一下它长得是什么样子。哇哦，长得好恐怖的样子，感觉它非常的凶恶。可以看到呢，它底部它的这个脚它的爪子都非常的锋利啊。你们猜到了它是什么恐龙的吗？它就是我们的史前时代在侏罗纪时代最凶恶最凶恶的那只恐龙，我们的霸王龙。它是来自于我们的德国斯勒的一款仿真的这个模拟的小动物或者是恐龙的一个模型。它这个模型呢是根据一只真正的考古学家呢挖出来的恐龙的话呢进行一个100:1的一个比例呢去给它做出来的，然后也是非常的逼真，许多的皮肤鳞片呢都做得非常的逼真。我们可以来仔细的看一下，比如说它的尾巴、它的爪子、它的牙齿、它的脖子，非常的炫酷，非常的真实。它呢是一款适合于我们3岁以上的小朋友的一个小的一个玩具。然后呢，如果你是直接搜索我们德国斯勒，输入它的一个货号，然后或者是输入它的一个这个模型的一个名字，就能够找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小恐龙啦。看起来呢非常非常的凶恶，在下面呢有一个条形环，我们可以给它呢进行一个这种，给它解开来。它的嘴巴呢还可以打开并且合上，还可以进行一个活动。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想给你带来的来自于我们的德国斯勒的一个史前巨兽、史前巨恐怖的一个恐龙，我们的霸王龙。希望你能够喜欢，不要忘了留言、点赞和订阅。下期再见喽，拜拜！哇。